主料：意大利面100克，香菇80克，青豆40克。辅料：白蘑菇、黑胡椒碎、迷迭香、大蒜碎、盐、油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做锅，烧水，水中加盐，放入意面，锅煮了10分钟，属于九分熟吧。捞起以后加入橄榄油拌匀，以防意面粘连。将青豆放入热水中煮熟，蘑菇切片备用。锅中烧热油，爆香大蒜碎，加入所有的蘑菇炒香，加入青豆拌炒均匀，加入意面拌炒均匀，撒上盐、黑胡椒碎、迷迭香拌炒均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